所以选择了一套红衣服，就家里边呢，其实也有曼联，也有利物浦。后来我琢磨着，今儿就穿利物浦了啊，毕竟啊，利物浦本年度啊，英超冠军啊。今天呢，这个很开心啊，非常的开心。一个呢是中午呢家人呢一起啊给我过生日啊，吃烤鸭，吃蛋糕啊，吃长寿面。51岁了，啊，确实不年轻了。但是，当我看到我80多岁的父母，仍然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仍然不断地在叮嘱，叮嘱我，内心很幸福，在这个年龄，仍然有父母，在自己身边，给予自己，这种教育啊。给予自己这样的一种提醒，啊，我也有足够的机会呢，让他们感到欣慰和自豪，所以我感到很幸福，所以家人在一起呢，还是让我感觉到另外一种温暖。当然了，就是你要说我身在曹营心在汉呢，也是贴切的，也是贴切的。其实，在我离开日照的那第一秒钟，我就开始，就是牵挂着在日照的球队，包括呢，回到北京的这些一零的孩子，还有正在苏州征战的，一的孩子们啊。但是我很开心呢，就是呢，他们也通过各种方式呢，给了我生日的祝福。我不太想渲染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原来以为呢，我为他们做了很多，这是实话。但是当我看到啊，一个一个稚嫩的面孔，然后或者单独给我发视频，或者给我发语音，或者是集体给我发视频，我总觉得呢，似乎啊，我做的还不够，因为他们是每一个家庭的希望啊，就一如我之于我的父母。所以我也希望呢，就是未来呢，我再多做一些，51岁呢是一个新的开始。我的爸爸妈妈呢是80岁上下去的南极和北极，一个79，一位78吧，去的南极和北极，所以他们是我的榜样，当然了，还有一些孩子呢已经离开了足球小将。但仍然呢，通过各种方式，也是给我送上了生日的祝福，万象啊，李博言呐，这些所以让我也觉得呢，就是很美好的回忆吧，毕竟当初呢，这个他们也跟着小将南征北战，那么不论是什么样的原因呢，他们现在的发展都是不错的即使不在小将，包括孙晨曦呀。西西也是，西西现在还是小将的啊。西西现在正在上海啊，代表幸运星出战，砍瓜切菜，孙守东呢，经常给我发一些西西在上海和幸运星一起踢比赛，就兰博达。我觉得西西在那里边真的是，这个可以讲就是技高一筹吧。这个我也很开心他们还算我干儿子吧？我不知道，反正，我想见面吧，会叫一声吧。这个，我觉得并不重要，对吧？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就算就是郭德纲跟曹云金见面，那曹云金也得叫声师傅，对吗？何况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矛盾，对吧？孩子和我之间没有任何的这个矛盾他们仍然是非常优秀的青少年的球员，未来呢总会相见。我希望呢不仅仅是在。对抗当中相见，我更希望他们相会在中国国家少年队，我更希望是这样。我今天呢，就是在昨天晚上回的家嘛，昨天凌晨昨天11点多，夜里11点多回的家，然后今天呢解说了一场比赛就我今天呢是过生日，所以呢，我这两场球呢又都猜对了，我到现在为止呢。这个前三轮呢，一共进行了20场比赛，
啊，胜平负我猜中了17场，啊，错了3场，啊，蒙的，蒙的啊，这个不值得什么炫耀，哇，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开心，啊，但是你也别把我当成神，啊，我要知道我这些17场都对，我早就去澳门了，哈哈哈，对吧？但是呢，我就告诉你，为什么说推荐球的人能挣钱，啊，如果我把这17场都推荐了，啊，588一个攻略，那我可能能挣得多了，是吧？谢谢风吹来的沙，因为他没有什么压力，对不对？他给别人出主意，他没有压力。那你说今天的人按照我说的前17场，赢，然后3场，输，那你说这他那得挣多少，对吧？所以为什么说我从来不干这种缺德事儿，就是因为你有赢的时候，你就输的时候，啊，所以我决定呢，第3轮以后呢，我就不再竞猜了，啊，我把这个记录，锁定在，这个前3轮就完了，哈哈哈哈，开玩笑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这个徐亮指导是输给我了，啊，按照约定呢，啊，他得啊做一道菜，男人呢下厨房，啊，我输了呢，我是给孩子们啊，给这足球小将的孩子洗衣服。今儿呢，这帮孩子呀还发了个视频呢，说董老师，我这衣服都准备好了，啊，看着啊。对，他们听说呀，我跟徐亮徐指导打赌啊，我要输了我给他们洗衣服，今儿在日照呢拍了这个视频啊， sorry 还是得自己洗啊，跟我没关系，嘿嘿，好吧，很开心，真的非常开心啊，虽然说呢这个有一些呀，这个喷子呀黑子呀现在还在这个非常顽强的啊组织各种各样的力量，主要是针对我，他不是针对小将，他主要针对我啊。但是我现在呢，实话说呢，我已经不 care 了，啊，随便，好吧，就别过分就可以，好吧？我已经不 care 了，继续啊，树先生啊，把你那中纪委那个计划一定要实施哟，一定要让中纪委找我哟，好吗，树先生？哈哈，是吗？人笨呐，这个池塘秋生啊，继续啊，哎，好吧，这帮特逗，这帮呢，凡是他攻击我的东西吧，他得从我这听，都在吧，你得听我说吧，我要不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对吗？哎，像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我想第一个回答正确的啊，第一个，我的乐博同事在吧，第一个回答正确的，这个也没法评第一啊。这个凯源爸爸，你盯着点啊，这不是也不好盯，这个怎么弄呢？这只有在一直播上，我们这查回看可以。我出一个问题啊，我出一个问题，抢答啊，我说谁就是谁啊。就说这个问题是这样啊，这个问题是这样，你一定要给我写出答案来啊。就说中国足球小将为什么会跟上海上港合作？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中超俱乐部那么多，为什么中国足球小将最后跟上海上港合作了？为什么？来，有人说钱吴磊着眼于未来，陈晓东因为爱情有钱有价值希望，没钱，我看看啊，这有一个答案呢接近啊，这有一个接近啊。这有一个接近，什么程序员啊，理念相同，自由度发展不知道，理念上海青训足球文化小框关系，上海足协国企青训，好了，没有什么答对的啊，没有一个答对的。没有一个答对的啊，没有一个答对的。这个答案其实很简单，这个答案非常简单，就是为什么中超俱乐部那么多，最后是中国足球小将跟上海上港合作了。这个答案很简单，就是他妈的除了上海上港，没有任何一家职业俱乐部找我合作。
这答案就这样，就是说，就是像俩人，结婚了，你问这男的说你为什么跟这女的结婚呢？这男的的回答就是他妈除了他也没有别的女的愿意跟我结婚的，就答案就是这个，就是这一个答案，别的答案都不对。你说你让我怎么说呢？有人分析都分析这个分析那个分析这个分析这个，你说的都不对呀、啊，因为我们是要面临着一个要跟职业接轨的一个命题，那我职业接轨我不能接到业余的地方呢。完了，你说就这么多，就没有人过来说咱们合作呀？没有啊。恒大也没有啊，鲁能也没有啊，国安也没有啊，连建业都没有啊，那你说怎么办呢？就上海上岗，就别无选择呀。你说怎么弄呢？你说，这是最简单的理由。这是最简单的理由，因为别的人都瞧不上啊，对吧？你北京国安瞧不上，我们就在北京一年多了，没来一个人说你过来看看，没有。真的，这是说的是真话呀，这都说的是真话呀。那恒大的那个品牌部的人给我打电话，也是聊的是征求我意见，怎么在恒大的青训怎么去宣传。也没说，哎，董老师，咱们小将不错，咱们合作合作。没有啊。所以你说很多事情你想那么复杂，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人愿意跟我们合作，只有上海上港。你说那最后你说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弄呢？有人说为什么没有？那这个问题你问我，我怎么回答呀？我也不知道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除了上海上港以外，就中超的这些俱乐部就没有任何一个俱乐部说过来说咱们坐下来谈一谈，我都人都没见过。我只见过上海上港的人。所以这就是那你说那你说小将，我上海上港这样的俱乐部和我们合作，那我想那就对这个项目也好，对这个平台也好，对这支球队也好，那一定是一个巨大的帮助啊。但我现在提醒大家啊，中国足球小将不等于清华附中，你一定要记清楚啊。像树先生开始玩什么文字游戏是吧，说国有资产流失，说清华的学生最后去了上港，国有资产流失，那你清华的学生含蓄都去美国大联盟了呢，那不是国有资产流失啊。啊，那你说清华培养的大学生最后当一国企的老板了，年薪好几十亿，那不也是国有资产流失吗？行了，别黑了，你再想点别的办法吧，你得逮我，明白吗？你找人，你花点钱，你找一私人侦探，你跟着我，哪天我去泡吧啦、吸粉啦、酒驾啦，你把这个逮着，你就厉害了。你得说别的你都没用，你说你自说自话，对吧？那些万象粉丝，你看这万象人家发的微博，对不对？永远感恩。你说这脸往哪儿放啊？你说你拿万象还拿小孩当枪使呢？差不多得了，你就拿你们花点钱，你说你们就想黑我，你们还不想出银子？你们几个凑一凑啊，对吧？人笨出个2万，对吧？树先生你最阴，你出5万。秋生我看你没什么钱，你出个3000。你们雇个私人侦探一组，天天跟着我，绝对有机会抓着我的不轨之举。你拿这个弄我，你别拿这个，我都天天都我告诉你我干什么的，你还拿我跟你说的，你弄我，你不扯淡的吗？你说是不是？你拿中纪委吓唬谁呢？你说逗不逗？你说你们是吧，你就赶紧的，我就给你出的都是官招，
你们要玩就得玩这么的，你们得花，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你老天天你在我跟你聊这过程当中，你去抓我的蛛丝马迹，你不扯王八蛋的吗？你们累不累呀？啊，傻了吧唧一个，一个个穷搜的，也不敢说出钱。你出点钱，你就出点钱。这网上你一搜，你能搜到私家侦探，让他跟踪我，天天的。我告诉你，明天我6点钟去 PP 体育解说，完事儿我去首都机场，然后从机场呢去青岛，你在青岛，这个你等着我去，然后你从青岛日照开始你就逮我，对吧？因为我媳妇儿不在身边，也可能会出事儿，所以你得完了开个房，完了住进我们那个度假村，对吧？你化妆一下，你天天跟着我，没准我酒后啊什么打人啦，完了酒驾呀，完了这些，你说对不对？我都给你出招，你们傻了吧唧，你只能靠我给你出的招，最后能弄死我，好吗？今儿我就不说了，特别开心，又过生日，又跟家人在一起，完了又体会到小将对我的这一份的这种支持，家长对我的这种信任。然后还收到了这个像班尼给我的一个包，那包呢，啊，因为我那个包拉链坏了，班尼看到了，完了给我订了一个包，这我就收了，啊，这我就收了，啊，然后我那个因为班尼最近其实非常辛苦，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合作呢，比如说我节目啊或者是赛事的合作呢，会有一些收入，这些收入呢，我就会给班尼发奖金。因为他本身也值得，是吧？乌尔肯、别克、志鹏、班尼啊，包括我们的吕凡、小曹、小牛、刘凯啊，马上啊，等我们把这个能有一些盈利了，包括我做节目，我也能挣钱呢，对不对？我也不能光我自己挣钱，对吧？兄弟们也该发奖金得发奖金，好吧？对啊，班尼呢？这样就是班尼呢就是这样吧，就是我们团队里边啊，从目前来看呢，就是志鹏啊是应该有正经的媳妇儿啊，就是不是正经，就是志鹏啊是有媳妇儿了。那么乌尔肯、别克包括班尼呢都约等于单身啊，所以呢我也恳请大家啊，如果有身边啊有这个不错的姑娘啊，然后呢你们不好意思你跟我聊啊，我给介绍，好不好？我也希望他们呢能够，早日的呢，都能够步入婚礼殿堂。反正我对他们呢，至少有一个礼物，我是100%要送给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婚礼我一定主持。啊，他们的婚礼我一定主持。啊，班尼啊，这个志鹏啊，不是志鹏在吗？志鹏啊，班尼啊，乌尔肯呐、啊，别克啊。像他们的婚礼啊，我一定是，来主持，好吧？我跟你这么说啊，乌尔肯、别克就这个人品，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我现在非常庆幸，就是我身边的，这些工作人员啊，乌尔肯、别克、班尼，啊，真的是非常难得，非常难得。我现在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某职业俱乐部已经询问我是不是可以把乌尔肯和别克啊让给他们啊，但是我说，如果你们能两个条件，第一，如果你们能给他更高的薪水，我可以放；另外一个，如果你们能帮助他们找到女朋友，我也可以放，二者必具其一。或者是二者兼得啊，我就可以放。啊，想当年呢，我是因为做启航大学生足球队，啊，然后乌尔肯、别克过来试训，被我挑上了，然后成为了我球队当中的一员。后来呢，他们毕业了，乌尔肯先来的，别克呢已经回到阿勒泰地区放羊了，然后又给我联系说，董老师，我能不能够去小将工作？我说可以，我说可以。其实当时呢，我们，实话说呢，也没有那么好的待遇和条件，说能接纳两位大学生，啊，但是他们真的是给足球小将做了太多的贡献，啊，从我这儿来讲呢，我对他们，非常非常的满意，
我相信呢，所有在中国足球小将待过的孩子，或者此时此刻在足球小将这个效力的孩子，所有的家长都能看到眼里，包括班尼。班尼呢，坦白说呢，最早啊并不在足球小将，我们的相识呢也不是说这个，也不是说怎么样，是有多么神奇啊，就是以前呢他也在一个机构我们认识了，后来呢他也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那个机构呢可能工作起来也不是说很顺利，然后呢就来到了小将，那这么一待呢待了三年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呢，我别的我也不没有什么事儿，就你身边如果有好的女孩子啊，反正这年头啊，我说句老实话啊，第一呢就找爷们儿啊，找男的啊，就第一呢人品啊，人性，善良，勤劳啊，勤奋，真的很重要。你别贪图什么他有多少钱或者他长得怎么样，是吧？你说你长得像林志炫，林志颖，班尼像林永健，然后你就觉得好像林志颖更厉害，不一定，真的。所以这年头呢，就是你要是贤妻良母，踏实过日子，啊，班尼、沃尔肯、别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啊，当然这个因为沃尔肯、别克他是哈萨克族，啊，但是你最好呢，你就是你得尊重一些民族习惯，啊，民族习惯，当然你要是哈萨克姑娘最好。哈萨克的姑娘是最好的，然后呢您来了呢，你们要是就是成双入对的，到时候我都给安排在乐博工作，真的我都给安排在乐博工作啊，我把你们媳妇儿都给我，不就是我把这几个媳妇儿我都给安排乐博工作，如果我这乐博不合适，那么我们有好多车友，他们也有很多企业，我负责找工作啊，我负责找工作，可以不？包括我们的电子商务啊也都需要人，好吧，男的行不行啊？男的那得等着实在不行的时候再说好了啊，今儿随便聊聊啊，感谢啊，这个刚才我看还有说祝我生日快乐的朋友啊，这个这么大岁数了过生日就没有那么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在意了啊，就是挺好，我就觉得这个很完美啊，从今天早上跟家人的聚会啊，到接到孩子的祝福，然后再到这个晚上的解说啊，包括这个竞猜也都对了啊，一切很完美，然后我又看到了杨指导给我的这个发的微信，说今天在日照的训练很好啊，有些队员表现的状态也不错，我明天夜里将会赶回日照啊，解说完比赛就去机场，然后呢到青岛再坐两个小时车，预计凌晨3:12:35啊，凌晨3:12:35啊到达日照，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呢8-9点呢继续拍摄真人秀，我跟那个李伟峰指导约好了我们会在日照争取发一趟车啊，我跟伟峰说好了，杨指导应该也问题不大啊。范大将军呢，范大将军其实这两天的接触啊，以前我们没有这么长时间的接触，范大将军其实还挺有意思的一个人，真的，他没有什么耍大牌的，就是他去那儿录节目啊，他没有什么耍大牌的，而且对孩子呀，对我们呢，对他这些国家队的兄弟啊，都是那种很随意的，很亲切的，非常逗啊，他也逗，他经常就突然间就起来了，这录这节目没这段，但是他突然间起来了，完了给你造一个效果，弄一个梗，很好，很好玩啊。伟峰呢也是一个挺好的人啊，杨指导就特别认真啊，杨指导这个投入超级少年非常认真，他就是奔冠军来的，这是肯定的。伟峰呢也是对我能说吗，好像已经不少球迷都知道了吧，李伟峰带的是长春亚泰08梯队，这知道了吧啊，应该知道了吧，
啊，就知道了是吧？因为我看有这个亚太08的孩子的家长都光光都去了，是吧？所以呢，就是伟峰呢带着李伟峰带着呢是长春亚太08梯队，杨晨带的是苏州市队，然后呢琼中女足，萧山指导带。然后就是范指导带的应该是一个上海的足协的精英队吧，区精英队好像是。然后就区指导带的是个东北联军，啊，这里边也有职业梯队的，反正也有校园足球的，反正人员比较复杂啊，就这六个队啊，实力都挺强的，实话说啊，实力都挺强的，啊。然后呢，我们会在七号呢来打一个，就是啊，算了，不能再说了，不能再说了。到时候那个这个制片方该说我这个违反了保密协议啊。但是我知道呢，这个日照的有不少球迷啊去现场啊，合影的、签名的。你想啊，他这一窝能逮着四个世界杯国脚，你上哪儿呢找这机会去，对不对？像我这个都不算数，对不对？你看不看我都没关系，可是你一个机会能够把范志毅、杨晨、李伟峰、曲波四大世界杯功勋国脚能够签了名合了影啊，这里边反正也有伪球迷。首先就是刘凯元的爸爸，刘凯元的爸爸就是阿辉啊。阿辉说句老实话，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能生出刘凯元这个踢球踢这么好的孩子。他也不懂球，他也不看球，明白吗？他呢，你都合了，是他都合影了，他妈我就是这第二天就是到的第二天，他就听说了，他知道啊，这范志毅的这都球星，他以前可能不知道，然后他就直接他大概其有个印象，长什么样，反正一看个高的肯定就是国脚呗，完了人家在这个休息室休息完了出来了，李伟峰走出来了，咱们这个刘凯元他爸爸啊，拿着个本拿个笔过去了，哎，范指导你给我签个名，他把李伟峰当成范志毅了。要怎么说李伟峰呢，人家还真的是就有一定的这个涵养，把李伟峰门拿过来了，人家也没拒绝他，拿过来签一个范志毅给他。不是你就是看错人了吧。来吧，咱们那个下点单吧，这个重庆小面给凯爸下个30单好吗？给凯爸下个30单，我再给你讲一凯爸的故事好不好？我就看有能不能有30单，这重庆小面。我现在是讲解的吗？非常好吃的重庆小面，好吧？还有人祝我生日快乐。行了，生日这事儿就翻篇了啊！我生日过得非常好啊！我从来没觉得我在51岁还能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生日啊！那么多周就是亲人，然后朋友。然后还有素不相识的车友，还有这些孩子家长送给我那么多祝福，我已经非常非常满足了啊。然后家人一起吃的饭啊，然后这个重要的说今天又解说了，又挣了一笔解说费，然后呢又猜中了2场比赛，20场比赛对17场，兄弟你就说再简单这也有点，应该说还是有点运气吧，就说明运气好，我不说我实力强，我就说我今天运气好，对不对？我就说我今天运气好，我申花绝杀了，是吧？要不然平了我也猜不对，富力0-1落后，要不然打不平我也猜不对，对不对？啊，就这么个意思，好吧？我不买球，我02年以前呢，02-03年在冉雄飞的带领下呢，我投入了一阵子买球，我挣了11万。我就金盆洗手了，啊！我就知道这个事儿啊，见好就收，
人一辈子就三件事，知道做什么，知道怎么做好，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我就停了啊，我就停了啊。好吧，就是这个意思，好吧。然后我们这边那个，大家也可以下一单，一直播的朋友别老这么拘着，行吗？就我们乐播那个，你这么着吧，洗发的吧，好吧，好吧，你下点单，然后呢，咱们就再聊会儿，行不行？你下点单啊，我们乐播有收入，然后呢，我就再跟你多聊会儿。然后我回日照，我就找李伟峰李指导，我发个车，让他聊聊他的眼中的广州恒大。我跟你说，李伟峰真的是看球真的很独特，他是毕竟中超教练带过，他现在每一轮都看三四场、四五场球，每一轮。我们俩那天聊起来了，聊起来关于广州恒大，他的很多观点真的是相当专业，他看的角度，其实我自认为我看球已经看的还算可以了，但是实话说，人家李伟峰看的球的角度还真的是比我们要更专业，他也很用心，他用心琢磨，然后他也给我聊了关于外教和本土教练的这个之间的这种关系，这种微妙的这种格局，挺有意思的啊，到时候我采访他。但是我估计他，我要是跟他聊，要是直播，他可能不会说太多，他跟我底下说的我也不能够轻易的就把他说出来，对吧？但是我争取呢哪天请这个伟峰然后这个一块儿聊一聊啊。我不是套近乎，我说实话啊，他认识我的时候我比他这个也还行啊。我不是说我不是那种说他成了国脚了，他成了球星了，他成了这个中超教练了，我往上贴，我不是这样啊。98年他一个小孩啊，他是19岁，19、20啊，然后他的父亲他我们都那段时间经常在一起来探讨他的未来啊，所以这个你要说跟范志毅，我不敢说我跟他有多熟啊。杨晨也不用说，98年我们就认识，不是98年，95年就认识，对吧？到德国也采访过啊。曲波呢是不认识，实话说，因为以前呢在国家队，采访世界杯的时候，那你像记者就是采访这一个队，那肯定是先是差点说出来，得先是那些老队员主力，是不是？然后至于年轻的，他可能就是往后排一排啊，往后排一排。所以但是曲指导呢，我这次去啊，我才发现呢，其实曲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曲波他很有意思，就他比那个电视上看的要壮。我以前觉得他也就个不到1.8米，然后速度奇快，但是这一到现场这一看，他也身高也可以啊，而且身体很壮，现在也在青岛做青训，而且太有意思。他呢，因为在这个四个国脚里边年龄最小，所以他很谦虚，就是大哥啊，伟峰哥、大洋哥这么叫着。大哥就是范志毅啊，就他们几个人里边的大哥就是范志毅，然后呢伟峰哥大洋哥啊，大洋就是杨晨啊。我其实呢，就是前两天的录像呢，我最感谢的人其实就是曲波。至于说我为什么感谢他，等着节目播出，当你看到那一刻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感谢曲波曲指导，非常感谢他啊，非常感谢他。好吧，凯源爸，你这个三十单到了吗？三十单到了，我该推老二家的那个蛋黄酥了，好吧？老二家蛋黄酥啊，另外一个老二家那个
中秋的这个礼盒也已经上线了啊，不是上线，在预定啊，老大老二家的这个中秋礼盒啊，中秋礼盒。那大家如果想尝一尝这个老大老二家的月饼啊，可以到这边下单了。这边这个洗发的买了吗？你们要不买也行，也不是说不行啊，也不是说不行啊。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些鸭脖什么的，好吗？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呀、啊，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个有一些东西吧，再给它弄好一点，好吧？瓜子儿吧，买瓜子儿是最实惠的。买瓜子儿，好吧，买瓜子儿。这个你还记得这个古维翠吗？还记得这个吗？这个现在可能没了，为什么呢？卖光了，啊，我们乐播呢跟他的合同金额是120,000，卖完120,000的货，然后呢，他就说在未来呢要赞助中国足球小将的比赛，感谢大家，那、啊、经过大家的有一搭无一搭的努力，现在这个古维翠我们完成了跟对方的对赌。啊，我们对赌就是我帮你卖120,000的东西，嗯，然后他就得在，嗯，接下来，他们得在接下来，要，哎呀，我这个手机要没电了，老婆，我这手机要没电了，啊，对了。哎，一会儿啊，我们那个足球小将的球迷服啊也已经上线了。嗯，你不支持死配件。嗯，等一下，我得去那个拿一个充电线去。一会儿我再聊聊中超啊，我重点聊啊李霄鹏，好吧，我重点聊李霄鹏跟那个就今天晚上这场球啊，重点聊今天晚上这场球。这怎么都不行啊，哎呀，等一下啊，OK 对了，我们这球迷服呢，来69元，冲顶足球速干衣啊，冲顶这衣服真的挺好看的啊，我生日也过差不多了，我那衣服要不然我换冲顶的行吗？我换冲顶的行不行？等会儿啊，我冲顶的衣服呢？
行吗？行吗？惊艳吗？这是我们这个中国足球小将新的球衣装备赞助啊，品牌冲顶啊，是个民族企业啊。哎，小衣服，那天我登拿着亮相，好多人说：“哎呦，你这真这衣服厉害呀，这衣服，嗯，可以吧？质量很好，而且它有特色。你穿街上没人跟你撞衫，嗯。来啊，这个我知道今天这个鲁能的球迷啊会不开心，因为我呢以前呢就了解过鲁能的球迷的特点。”就是鲁能的球迷呢，就是很直，很直，很直率，啊，想问题呢也比较单一，好就是好，高兴就高兴，不好就不好，他表达的情绪比较直接。比如说，他赢了，他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他的。就如果鲁能邦邦连赢了几场，他觉得啥玩意儿恒大呀，还国安呢，啥呀？上港有什么了不起的呀？就这个，可是呢，要是两场球没打好呢，他觉得全世界都是别人的，啊，全世界都是别人的，甚至恨不得说，河南建业都，什么青岛海牛，什么永昌，青岛黄冈、永昌都是强队了，他都会这么着，甚至他不闻不问不看，啊，这就是山东很多球迷，的特点，不吃饭，吃不下去，不看新闻，懒得，害怕听到，当然还有一波呢，就是比较极端的呢，他就骂，他就找人，他就骂李霄鹏，啊，他骂球员。你看山东鲁能啊，历来有多少球员最后，你们都给微博都给骂关了，对吧？然后再不就骂解说员。今儿来一个找我的，说他妈就你看你说你这个，你说你缺不缺德？你为什么非得预测鲁能输？对吧？你干嘛的？对吧？你是不是赌球的？你是不是操盘了？你说让我怎么说呢？但是他们挺可爱的，就是我也知道他们就实在没地儿宣泄了，也不敢打老婆，因为他老婆平常都打他，所以就只能骂我这来了。你说我他妈的，你说我招谁惹谁了呢？对不对？你说我招谁惹谁了？我就一个猜，我也不是说我你说我能猜到哪儿去？你说怎么办呢？对，输球就不看中超客战，每次鲁能一输，中超客战收视率就严重下降。因为鲁能球迷80%不看了，真的，为什么要预测鲁能输哈？这班尼作为一个前鲁能球迷啊，他提出的问题啊是这样啊，我说实话，其实今天鲁能啊论机会其实不少，如果这场球是鲁能1-0或者2-1赢申花也正常，但是呢，有时候足球吧，就是你说不清楚啊。就是我们往往呢是结果导向，对吧？你只要一输就一无是处，你要一赢呢就是一白遮百丑，其实都不客观。你不能说今天鲁能啊踢得不好，对吧？那你说那佩莱那机会要进了呢？那门前的左脚黄宇川都能进，他直接干到曾诚怀里去了。然后包括穆伊塞斯那个任意球，你说再往下偏点也就进了。对不对？但是呢，足球比赛呢，没有这些如果，它只有一个成绩，就最后的定格1-0、0-0、2-1。那么我为什么说在预，就是在我现在复盘啊，我不是马后炮，因为我先猜的鲁能输，所以我就给你复原一下我的这种感觉啊，就说呢，我觉得呢，我很欣赏李晓鹏教练，我很欣赏他。我说实话，我到现在我也支持他。李霄鹏呢，是中国本土教练当中对球员的技术特点了解最深的。我他和李铁大概其大差不差，就是李霄鹏啊，他每天的专注点都在于他这个球员，都在于他这个球员身上。所以呢，他日常跟这些球员的接触或者长时间的了解，其实他对这个球员的认识非一般外教所能比拟，也是一些没不那么敬业的本土教练所能相比啊。就是他在他呢
本身呢踢球就挺动脑子的。另外呢，他可能这个职业球员的生涯呢，也让他呢，平常呢就是情商也很高，察言观色，明白吗？细节见真章，他的思考方式是从细节入手，并且呢，实际上你看他好像表达呢比较直率，但其实他有很多的东西是内心的一种细腻。啊，我曾经说过，当初你看他大多数他的国脚的队友找对象都找漂亮的，或者都找这个网红，那时候没有网红啊，空姐儿是吧？什么空姐儿、演员，都就这些的时候，人家李霄鹏，人家，哎，人家找的太太可能就是有学问的，有文化的，这就是一种不同的思考思想方法。那么李霄鹏呢，曾经创造性的把周海滨当成中锋，对吗？是不是周海滨打中锋，就是类似吧，就是他在球员的场上的这种位置的尝试。今天让齐天宇打了个右边前卫啊，让郝俊敏坐在替补席上，然后呢这前场的这些人呢来回轮换啊，弄得吧眼花缭。但是我当时呢，就从他的轮换的幅度和他对队员的这种不断的调试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呢，就是可能这一步呢是一把双刃剑，就是他调好了呢就是鸡尾酒，调不好呢就是东北乱炖。而且呢，李霄鹏呢，他在这个赛季由于有一个漫长的间歇期，他也不知道干什么。间歇期你不能老练长传冲吊啊，你练长传冲吊，佩莱不在，费莱尼来了又得了新冠，他练也没有用啊，对不对？所以他觉得呢没法练这个，因为你练的东西甭管练好练不好，主角都没参加，你这么练有用吗？没什么用。所以呢他就练脚下了。哎，这一练你别说，山东鲁能这脚下呀确实提高了很多。可能原本呢这队员呢也有一定的技术能力，只不过就是当初的打法啊，可能让有些队员呢这个脚下的这个能力啊没有得到显示。所以李霄鹏很清楚，佩莱没在，格德斯又走了，然后呢费莱尼来了呢又一下就是感染了。他没有佩莱，他没有格德斯，他没有这个费莱尼，那段呢怎么练呢？练什么呢？我是鲁能铁粉，我说实话我哪个队的铁粉都不是，我是鲁能铁粉，鲁能球迷能到这儿骂我来吗？你仔细琢磨琢磨，全中国哪个地方的球迷没骂过我？那就是因为我说他们队不好了呗，对吧？我不是我都50了，我还他妈哪个队铁粉？我活的还有意思没有意思了？我做足球评论员的，我还是哪个队的铁粉？我有没有意思呀？啊？国安的铁粉，你看国安的贴吧还是这公众号的骂我骂的太多了。啊？还国安的铁粉？别闹了，北京球迷、国安球迷不骂我就算不错了。我哪个队都不是，你们不用猜，我这东西我要有我就承认，我也不是这个球，我不解说的时候有的球我都不看，对吧？你不用，谁愿意谁是谁铁粉跟我没关系，我也不是，你也别猜。有人说我这申花球迷，我是上港球迷，我又这那个的，就是我就即使我现在跟上港合作，上港的问题我该说我也会说。说实话，这个你知道谁说的吗？张董，张斌董事长跟我说的，说你作为足球评论员，不是说咱们合作了完了你就不说上岗，该说你就说，该骂你就骂，对吧？哎，对，我是小将铁粉，这倒是啊。今儿呢有球迷给我发了一个什么 B 站的还是虎扑上的一个小伙子，其实挺精神的，
完了在那做个自媒体的节目，完了就拿出小将来，两年多以前，两年前的广域星空杯，啊，拿出来就说事儿，说我们青少年不能开大脚，啊，青少年应该注重脚下什么的，说的，我说你这吃屎都没吃上热的，你说都两年了，对吧？你应该你看看现在小将踢的是怎么样？我说我们当时连合练都没有。连合练都没有，完了万里之外挑战欧洲豪门，你非得让我们去踢走地面，那不扯王八蛋的吗？他没有这八个月，你让李霄鹏敢走地面吗？他不有这八个月有二百多天训练吗？对吧？所以这小伙子我也弄不清楚。完了他说他也是青训教练，那我就说谁大家去一起帮我求求他，让他说他在荷兰拿过冠军，带中国的 U9 球队拿过冠军。完了他讲的是什么什么对方什么一个大脚把球打进去了，完了他们一看对方打大脚，他也打大脚了，后来他们赢了，赢了之后他说那教练不跟他握手，说你们老开大脚，他说那因为是你们开的，你就这一个玩意儿，你说完了，你说完了大家就说把大家一起去请求他把他带队在荷兰夺冠的视频拿出来，我给免费放，我觉得那应该是提振中国足球的青少年的气势的，对吧？你既然说我们在德国踢得不好，我们拿了冠军但踢得丑啊，输了未来，你能不能把你在荷兰拿的冠军的那个比赛你拿出来，你也为中国足球做点贡献，别老在嘴上说呀，是吧？大家去帮我求求他好不好，帮我求求他，让他把他带队在荷兰拿冠 U9 的拿冠军的视频为大家贡献出来好不好，行吧，好不好啊啊，他带外国小孩啊，荷兰不是河南，荷兰阿姆斯特丹，好啊。所以呢我认为啊是这样，如果我们呢把李霄鹏呢就是因为由于佩莱现在没有100%的恢复啊，佩莱没有100%的恢复，那么没有佩莱的体系，这个原来的这个他的442，然后他的攻守平衡，他的这个长传冲吊或者底线传中啊，他就只能瞄着费莱尼。但是费莱尼呢第一场比赛呢进了三个球，树大一招风啊，各个队都防费莱尼。而费莱尼呢在郝俊敏又这个年龄啊或者状态的原因不能够全勤的情况下呢，费莱尼又一会儿打着打着越从前打到中间，再中间再打到后面。费莱尼这一场比赛，李霄鹏经常让一个队员一场比赛踢仨位置，这个呀、啊、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呢真的是挺灵活的。你看他前场这些人，对吧？一会儿费莱尼在前面，一会儿宋文杰在前面，一会儿呢这个宋文杰在前面，一会儿费莱尼退回来，完了一会儿呢郭天宇上去，完了宋文杰打边上，一会儿打右边，完了一会儿这又上来，这又打左边。实话说呢我觉得这个稍微变化可能稍微有点大，但是前场的轮转呢也不是说错误啊，但是呢就是在频繁的一场比赛一个队员打两三个位置，然后呢又有不同的组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运作过程当中呢有可能是出人意料，因为你不断的给这个对手啊制造不适应，怎么一会儿我开始我盯这个费莱尼，怎么一会儿宋文杰来了，一会儿我这左边一直盯着宋文杰，怎么宋文杰跑右边去了，但是呢也可能呢会让自己的这个进攻啊会陷入到一定的这个不默契当中啊。但是我现在呢我不说他这么做是错的，我不能说他这么做错的，其实今天如果佩莱把那球打进去呢，1-0赢了申花呢，那我们怎么评价呢？我们就说李霄鹏用兵如神，是吧？那你说这个差距最后就只差在佩莱的一脚是打正了还是打进去，对不对？所以我只是分析它本质。申花呀，我倒觉得呀，逐渐找到点感觉了。
但是他这个教练也挺拧的啊，这个教练也挺拧的。这个教练呢，就是他，因为他长时间呢准备了一个阵容，他联赛首场双塔上去，他一定是想了很长时间确立的一个打法。结果呢，第一场邦邦被人给打了，然后呢，第二场呢就迫不得已呢，你想那大个子本来恢复也慢，朱宝杰、马丁斯咣咣上去了，嘿，赢了。赢了之后呢，人家会以为呢，韩国人呢会觉得从善如流，是吧？干脆啊，咱们就朱宝杰和马丁斯这一款上去得了。没想到呢，整场比赛，这场比赛不仅是双塔，实际上是三塔。啊，我不知道有没有球迷听我的解说。其实你实话说，就是说别的球我不敢说，说中超你们能听我的，你还是要听我的啊！你们能有机会，就是如果你能找着我说球，你还是听我说球啊！你甭管你讨厌我还是不讨厌我，但是我能给你说出点东西来，我能给你说出点东西来。就是今天呢，你比如曹云定在右边干嘛呢？就干一件事儿，拿球拨过来，右脚在左边啊，拿球拨过来，右脚直接找宋龙的头顶啊，谁在那儿呢？莫雷诺。所以今天呢，其实就是这个用双塔来把这个刘军帅和戴林，包括费莱尼给牵制住，然后呢，利用小曹表现无懈可击。青阳男士邀您观看精彩男人别闹别闹。但运动出色可能会让脾气反动新一代我这鼠标呢？两倍曲线力，三重控肉力，提升统一战斗力，全面击退。妈呀，我给关了吧。啊，我鼠标没有了，我就直接摁关机。原来啊，就是南方体育刚就是2000年初吧，刚有电脑的时候啊，像有一些这个记者呀、评论员呢，不会用电脑，不会关。啊，就那个原来南方体育有个张小舟的啊，写球评也写月评的张小舟。据说他最开始呢，这个台式电脑在那儿，他怎么着也不知道该怎么关，最后他想起来了，拔电源，啊，就是拔电源，啊，这都属于神人啊，这都是属于神人呢，啊，这人一直在这写上岗站岗干嘛呀？你这刷什么屏啊？啊？啊，然后今天呢，我说句实在话啊，就是我对申花的有一个队员的认识是翻天覆地的改变，真的。其实我告诉你，今天申花主要赢有一个队员赢在他身上，是谁？来，我看看是谁。有人说是曹云定啊。还有谁？嗯，曾诚、杨旭、张璐、沙拉维，我跟你说，赢在钱杰给上。钱杰给今天的作用，于申花真的非常大。你别看进球跟他没关系，然后防守都是曾诚在那儿补，或者朱晨杰在那儿拼，但是钱杰给这场球踢的。真的，怎么着也不输给池中国吧？钱给足，对，钱给足啊！他真的是真的不错，这场球，你不信你仔细看，你回去你倒倒录像带，你就看他，他的作用真的非常大，作用非常大。其实呢，申花这俩后腰啊，一个钱给足。一个是彭新立啊，钱杰给彭新立，在整个中超啊，就是纸面上看呢没什么优势。你看啊，恒大保利尼奥、黄博文、郑智，啊，这个后腰是吧？上港，阿哈迈多夫，啊，阿哈迈多夫和谁呀？满文军，
啊，不是满满文军的，和那个叫什么，就是新引进的，原来的买提江啊，买提江，你说买提江，我能说的满文军，买提江啊，奥斯卡，北京国安不更别聊了，是吧？李可，是吧？国家队的，池忠国国家队的，然后这个张稀哲啊，国家队的，那朴成也进过国家队，对吧？鲁能、郝俊敏、费莱尼，你琢磨琢磨。所以呢，你这边一说钱给足，钱给，彭新立，你觉得会差一点？但是实话说，这个钱杰给呀，今天我觉得他真的踢得不错，所以我要摘掉我的以前的隐形眼镜啊，不是，操，我要摘掉我以前的有色眼镜，因为最开始我对这队员没印象，是申花球迷老骂他，所以我在我的诱导了我，就是我听信了申花很多球迷啊对钱杰给的这种啊不利言论，我就主观印象我就觉得这哥们不行，踢得不行。但是真的这场球踢得真可以，真的可以。彭新立踢着也还行，虽然说他缺少一些这个创造性的传球吧，但是他真能跑啊，他真能跑啊。他其实他不像别的，他有点像无锡啊，他有点像无锡啊。下场就挨骂了，什么意思？谁下场就挨骂呀？钱杰给是昙花一现是吧？但是昙花一现不昙花一现我不管，我只说他这场比赛，啊，我只说他这场比赛，好吧？啊，彭新立是低配版的维纳尔杜姆，有点像，就是你看他没干什么，但其实他干了不少。他干了不少活儿，啊，郭田雨啊是挺有能力的，郭田雨，他今天也制造了一定的威胁，但是呢，为什么说鲁能这边呢有点问题？就是，当场上又有郭田雨又有佩莱的时候，其实对谁呢？对拿球队员是个干扰，你知道吗？幸福啊，是可以选择。痛苦呢是选择太多，到时候你说你要就一个佩莱，旁边配一个小金子，大家都明白，小金子是为佩莱服务的，是提供服务的，把球往佩莱脑袋上砸，佩莱顶下来，小金子去抢，对吗？现在又有郭天宇啊，又有这个佩莱，而郭天宇呢又有头又有脚。所以拿球的人就不知道是他妈往头上传呢，还是给郭天宇脚下呀？所以反而让佩莱呀失去了自己的目标。我知道金靖道没上，我知道。我说是以前，今天我过生日，别他妈跟我杠了，行吗？我知道金靖道没上，我不是说今天是金靖道，我说是以前上个赛季，别杠了行吗？真的就别跟我杠了，你说你他妈这输了球了就踏实听就完了。你看我这一说我过生日来一堆过生日祝福了，你看那话题就撤开了，还有一小时生日就过完了。所以呢，我觉得李霄鹏呢也可能会在下一盘大棋。李霄鹏呢其实第一场啊赢了之后他有点想法，但第二场踢得太保守了，第二场踢得有点保守，跟江苏苏宁哥俩呢就是谁也不敢拉开了架势啊，再加上红牌一刺激，所以呢第二场没赢啊，李霄鹏的最高理想已经实现不了了，
李霄鹏的最高理想是他妈全胜，结束第一阶段。但是呢，一看第二场比赛踢的也没什么意思，太保守了，啊，这么踢的也憋屈，队员也觉得放不开，去他大爷的，干吧，能上都上，为快乐，啊，反正大不了就是弄个前四，完了，别争那个名头了，弄大家挺累。我现在就有点这个，过去三年呢，我压力很大，因为你不能，我给我自己弄一个不能输。后来我发现，他奶奶个腿的，世界上哪个队不输啊？皇马不输啊，巴萨不输啊，曼城不输啊，还是曼联不输啊？更何况现在我也不怕输了，我以前一输啊，要么赞助没了，要么没人瞧得起我了，要不有队员要走了。我就怕这些情况出现，那不就心血白费了吗？现在我输了，你说要走你就走呗，你说没钱不可能，怎么可能没钱呢？现在对不对？所以反而我放开了，反而我放开了，无所谓，对吧？我现在训练里边我也引入了竞争机制，谁状态好谁上。你大牌就大家呼声高的啊，那你要状态不好你就休息。我不怕，现在我怕什么呀？我都这岁数了，是不是？以前呀没办法，以前呢一出生就是被四处打压，你看连他妈两年过去了，还有这帮傻了吧唧在场还发着自媒体还抨击我们当年的开大脚呢，你说是对不对？职业的也看不上，是业余的也看不上。杨征指导跟我说，东哥，我认识你之前，我认识的所有足球的青训的人，没有一个人说你好的。你说人混到这地步他妈也挺难的，没有一个说我好的，没有一个说我好的，就足球圈啊，除了徐根宝指导、金志扬指导、池尚斌指导、朱广沪指导、陈晓东指导，除了这几位，剩下的没有一个说我好的，真的没有一个说我好的。那我就问了，我说杨征，我说那你他妈听那么多人说，没有一个说我好的，你怎么还来找我呢？杨指导说，哎呀，这不是也实在没办法了吗？就我们不是要办一比赛吗？其实我们要办比赛，我们在中国得找点像样的球队，我是实在没办法，我找你才认识。他也说实话，要没有这个他也不找我，因为他也会觉得我也是我瞎闹，对吧？徐亮要不是因为有抖音，徐亮能跟我这能产生这种沟通吗？高洪波呀，高洪波这据说以前也不怎么地，对，不是对我也不怎么地，但是疫情之前呢，疫情快好了的时候，他曾经希望呢，就是说联系一下，想来附中考察一下。我说这事儿我决定不了啊，只能是附中领导定。我想再跟大家再次的强调一下，中国足球小将不等于清华附中。就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有一个误解，有一些人可能有一个误解，认为足球小将就等于清华附中，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不对的。无论是组织建制、呈现方式，对吧？运营方式，这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这个门类。中国足球小将致力的是一个大的平台的搭建，是在全国范围之内去给孩子们提供公平、公开、透明的一个展示的舞台，为孩子们将来能够走上职业或者是进入体校结合的体系，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清华附中有清华附中发展足球的目标纲领和方式和方法，对吧？但是作为中学，作为一个学校和地方足协的合作也好，还是跟职业俱乐部的合作也好，这个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对吧？你看你广州富力，对吧？广州富力的孩子现在在哪个学校上学来着？有没有广州富力的小孩？广州富力在哪上学？
这叫什么信呢？什么信？什么信中学？富力有三四所，直信，对，广州直信，对吧？你比方说幸运星、康城实验，这东西不是，这不是我们的创举，这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对吧？对呀，直训中学也是很厉害的学校，也是广州名校啊，纪念朱之信先生。啊，哎，我说到哪儿了呢？我怎么拐到这儿了呢？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啊，李霄鹏。啊，对，我说到我没有压力了，我说到我没有压力了，就是李霄鹏，其实他觉得这么踢下去没意思，一场比赛两脚射门还没有零中，这比赛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所以李霄鹏实际上是放开了，索性就是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我想怎么换就怎么换，我干嘛呢？我就让大家都踢着开心。蒿俊闵休息休息，金敬道休息休息，对吧？什么张弛打完的休息休息，齐天宇也上了是吧？姚军胜也上了啊，段刘瑜啊，然后加上这个郭天宇，能上都往上上。他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先让大家玩开心了，大家都往上上，踢各种位置，甭管怎么着输赢，最后呢，我先能进个冠军组，然后我再根据这情况，我再往上冲。反正最后你打第一，你也是得打两场球，决赛淘汰赛对吧？你打第四也得是打两场球，那指不定反正跟谁的都一样，对不对？你要说我遇到恒大，你遇到恒大我把他灭了不就完了吗？都有这想法，是不是？都有这想法。所以呢，山东球迷啊，不要那个，现在就喊李霄鹏下课。你一下课，你想他之前这一年的工作又白做了。所以你再看一看，好吗？你再看一看，输申花也不丢人，丢什么人吗？你那年不输仨的吗？三记闷棍，今天变成一记闷棍，这已经进步了两级闷棍，对不对？申花呀，我跟你这么说啊，申花前场的最佳组合今天已经找到了。今天申花最大的对未来最大的意义，其实呢是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这个，他上场的这些队员。你比如说外援是包括金信玉、莫雷诺、沙拉维加加一曹云定，这四个未来如果调试好了，后边弄个钱杰给啊，再弄个彭新立，可以。你琢磨琢磨，第一有高对吗？肯定有吧，快有吧，有突吧，有内切吧，有配合吧，
今天曹云定那个传球，是我在足球小将里面给孩子们讲了很多遍，我们的孩子都知道这样的一种传球方法被我们定义为回眸望月。你问问孔令荣，你问问黄宇超，我们在训练当中多次就给队员讲解，希望他们在比赛当中能传出曹云定这样的球，就是当我面向西北的时候，最后我把球传到了东南。真的，今天的上海申花有两个队员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工作，一个叫彭新立，彭新立呢是带球的过程当中左脚身体向着自己的左边后卫或者左边前插上的，但是突然间一个转身左脚打门是吧，然后这个韩荣泽脱手，杨旭差点补进去。再有就是曹云定，曹云定跟沙拉维打一二过一，他处在进攻的偏右的方向，所有人都认为他要往右边突或者往右边分，门将包括费莱尼都往右边收，而突然之间曹云定拧身传了一个身后，自己的身后，能够把球传到对方身后的是球星，能够把球传到自己身后的是怪人，是妖怪。这个跟 No Look Pass 呢有点像，但是它比 No Look Pass 呢肢体显示更大，决定胜负的这一传。有人说吹过了是吧，可以，我今天过生日还有24分钟，我拜托你不要跟我杠行吗？首先你免费的在这听，第二一个我也没请你来，我说的不对的你就一呵呵一乐就完了，别再杠了好吗？我不想跟你杠啊，我每天我事儿挺多的啊，我不想杠了好吗？你愿意听呢你就听，你不愿意听呢你就说这傻逼瞎说，完了别在这打字儿，我烦好吗？你给我惹急了我给你拉黑了，你他妈又去黑子群了，又多一个快100人了啊，别跟我杠了好吗？你厉害，你来。好吧，我和英扎吉一个星座，这不重要，不重要，好吧。大家都去买什么去了？哐哐往那边购买，衣服是吗？这衣服可以，这衣服真的可以。你看我这么，就我这种颜值的人，和这种身材的人，我能穿出彩虹的感觉，是不是？可以吧？你是咋预测鲁能输的？这个是蒙的，这个就是一个感，这真是蒙的。但是我愿意把我的一个思路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我认为李霄鹏现在在走地面和走空中，是稳定阵容，还是说大幅轮换，然后是以攻为主，还是说防守反击之间，他现在还在想，他现在实际上是想用实战的呈现呢去印证。所以他必须得有一定的纠结，或者是有一定试错的时间，有一个过程。大家请相信我，鲁能的球迷，你相信我。我虽然说跟李霄鹏指导没有那么熟，但是我能看到他的本质，我能看出来，对吧？我知道他在干什么，我知道他现在在纠结什么，我知道他在这个整个的心理大概其是什么啊，这就是我和一般的足球评论员和球迷的区别，就是我先想这个人是怎么想的，然后他所做的事情就可能有合理性，对吗？你要从他所做的事情出发，那恐怕你就不理解，或者是你根本就认为他是瞎闹瞎胡闹。所以呢，你比方说就是很多人评论我，你应该先走进我，你应该知道我是一个什么人，然后我是怎么想的，你再去衡量一个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者那么做。如果你都不了解我这个人，你光看我做的你看不懂，那能看得懂啊，对不对？那能看得懂啊？啊，有人说别给李太守洗了哈，行，那你把他骂下课就完了呗。其实我告诉你啊，我要是李霄鹏，就这波人，就是山东这样的一种极端的球迷，
我都不屑为他们而战啊，就因为球没长没打好，就对这个主教练这种极尽的侮辱啊，李太守起了外号是吧，所以呢就行了，像这样的人呢、啊、你也一辈子你也得不到足球的快乐，满足不了你的你就干他，对吗？满足不了你不让你开心的，你就让他太守，你就是太监，完了你就让他下课，是吧？不就是因为没满足你吗？这不就是黑子吗？黑子不就因为我把他拉黑了吗？没满足他们吗？对吧？不就没满足你吗？但是你体谅他的实际的工作了吗？他挣多少钱？他不是拿2000万欧元，拿2000万欧元的，最后没干出来，那是性价比严重不合理，对吧？李霄鹏这真的应该说是尽职尽责，你还找谁呀？你山东鲁能下课多少个教练了？你找谁呀？谁好啊？你说呀？李霄鹏下课谁来呀？来完了之后两场不赢不得还一样吗？不还得被骂吗？啊，宋文杰凭什么首发啊？你说的对，这就是李霄鹏。宋文杰呢，在这个叫什么，在这个疫情期间呢，也没有佩莱，是也没有格德斯，也没有外援。然后宋文杰呢打了一阵子，其实打得不错。我就再告诉你，李霄鹏就是要挖掘国内球员潜力。你想想，连崔鹏这样的小胖子，连周海滨这样的85年的，实际年龄可能83的，他都要玩命用，就尽量的去用，更何况宋文杰，他不想让这些年轻人已经不年轻了还摁在替补席上，明白了吗？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就是连崔鹏周海滨他都给报名，甚至都扔上场，难道他你非得让宋文杰这样的多少年前就出道了但是永远红不了的就这么废吗？对不对？你要明白，你要明白李霄鹏，李霄鹏有一天可能最率先实现全华班的不是恒大，是鲁能，明白了吗？所以李霄鹏在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李霄鹏一个赛季，上赛季一个赛季一个打法，即使战绩不好，他也坚持。即使连战连胜他也坚持，但这个赛季一个疫情让李霄鹏参透了人生，觉得再也不能那样活，再也不能那样过。有一首歌，再也不能这样活，当当当，再也不能这样过，棒棒棒啊，这个歌就得上年纪了。这个电视剧叫做篱笆琵琶女人和影子，明白吗？15岁还能踢职业吗？我不知道你15岁是什么，你15岁是什么水平，你光拿岁数没有用。你说这70还能不能生孩子了？能。你说你那你干嘛？你15岁能不能踢职业？你这个问题问的，我觉得你还可以去踢职业，因为你这个问题问的，我认为读书已经没有用了。你这个问题问的，你说从逻辑上还是从文字上，你都让人给用蒙圈的状态。15岁还能踢职业吗？你这么突然间这么一问，你说这个问题怎么回答？你说这个问题怎么回答？15岁还能踢职业吗？你说怎么回答？你说这一个问题他妈的问出来1000个人都懵了。你这个问题下边请有一个问题请问大家，说15岁能踢职业吗？我操，哎呦，15岁能踢职业吗？15岁他是不是想说15岁开始踢球能不能踢职业？那能问出这个话，我个人觉得不仅说是书都念不了，我认为活着也很艰辛。15岁开始踢球完了问能不能他妈踢上职业，
哎呀，我操！你把踢球想的太简单了吧？你说他妈28的女的，完了她开一个直播，完了就成网红了，这是可能的。但是你15岁开始踢球，完了还能踢上职业，我去，他妈足球是什么了？足球啊，下象棋吗？下象棋也不能15岁开始学呀，15岁开始学坏还行，学他妈手艺还能学会吗？哎呀，这有杠精来了，说科恩特朗就15岁开始踢球踢着呢。你妈孔子他爸生他时候是60，你爸有60没有？你不能老拿一个个别的现象来给他一个作为一个普遍的标准呢，大哥，对吧？你老这不杠精，为什么杠精呢？杠精总是拿一件事儿，就一件特例，完了变成一个普遍的规律来跟你杠。哎呦。万一是个15岁的孩子们，是这样，刚才那个孩子是这样，刚才我是表演，我开玩笑的啊。就如果你是15岁，你现在想踢球哈、啊，是吧？你问能不能踢上职业是吧？我认为啊，也不是说不一定不可能，就是，可是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哎呀。缓解一下是吧？好吧，这是一个直播效果啊，就是开个玩笑，好吧？行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好吧？这个11年的这个比赛我很精彩，我想说的是呢，11年的组队啊，将会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真的，11年的组队。会是很艰难的一个事情，但是我愿意呢谈我在苏州啊，包括这两天他直播，我断断续续看的有一些队员，我印象深刻的队员，我愿意谈一谈。第一，陈子晨在过去的这个8个月吧，因为去年呢他也包括就是怎么说呢，头几个月我见过，但是他的进步真的太大了，他的进步太大了。陈子晨那天获得最佳球员是我定的，因为我从他身上我看到了，我想往大了说，大家一定别着急啊，就别认为我是有点过了啊，我看到了齐达内，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青少年球员身上，我突然间感觉他像齐达内，这种感觉。真的，你说小矿，我有时候想起姆巴佩是吧，或者是这个老二，有时候有点萨拉赫是吧，这个倒是有啊，江景琦、杰拉德，这种感觉会是有的，对吧？张琳芃、徐云龙是吧，这种类比我是有的，但是又吹过了是吗？那就这么着吧，就说齐达内有点过是吧？那好吧，行，我收回来哈。从陈子晨身上，我真的我就看到了我小时候的影子。这个不过吧？应该，这个过吗？就我小时候，你们都没看见吗？我小时候踢球，啊。这应该可以吧，这个不过吧，我操，你要再说这个，你要说这个过，你们就有点不意思了，不够意思了，好吗？啊，一个是陈子晨，还有就是王银呢，前阵子是他
好像是左脚被蚊子给叮了，但这个蚊子可能是个超级毒蚊子，给叮下叮完了之后，完了就是发炎了还是溃疡了，反正弄下去一块肉去，我这他妈是蚊子吗？这是蛇呀，啊！但是呢，王银呢，这个劲儿起来了，啊，在一支队，啊，四支中卫，啊，完了我后来是不是又踢过中场？反正那天左脚那一脚射门，天外飞仙，真的天外飞仙。还有呢，就谁呢？这个李子明，99号的李子明，在北京。他我比较熟悉，因为他一直跟着这个10啊09的哥哥们练啊，他在北京，他石家庄的嘛。他这次进步很大，进步很大，他那个气质出来了。他以前呢，他可能有的时候他就因为他天天的，你想没事跟09的跟10的踢，他小啊，他一点点他再跟一的踢，他觉得自己就是大哥，真的。所以队长袖标81带99号一背，咔咔那感觉真的不错啊，真的不错。然后呢还有当然郑智毅还是保持着他的这种不错的这个能力。张雨田进步也很大。但是张雨田跟陈子晨的俩人呢，因为他俩都打中场。你打七人制呢，只能有一个中场，所以张雨田呢尝试了，左后卫，尝试了左后卫，然后也尝试了边前卫，但他最适合的还是中场，还是中场。所以呢，未来啊，一的这个队伍啊，如果要打七人制，只能是141，两个中场。然后一个中卫，然后两个边儿咔咔向上下，一个中锋。141，但这个141就有点大了，这是拉玛西亚的踢法。当时拉玛西亚打我们的时候就141，就劳尔一个人在，中间一个祖克，一个那小金毛。左边小左脚，右边是这个叫什么？一个小左脚，一个小。还是什么？反正前面一个小黑，前面一个小黑，啊，突，哎，左边小左脚，右边突，后边一劳尔，完俩前卫啊，一个祖克，一个小金毛，前面弄一个加西亚，啊，黑又硬，对，这是拉玛西亚的踢法。但如果说中国足球小将一想要奔这个踢法，那就是要需要勇气啊，爱需要勇气，能有言蜚语，得这个啊，得需要勇气啊。然后呢，这个有一些队员，这个以前呢他没入选过小将，但是表现也非常出色。我们都有记录啊。你包括这个王一博表现的也非常好，这个王一博奇才。但是呢，我实话，我跟大家说实话啊，某职业梯队的这个09队的主教练，曾经啊在苏州啊一块儿看这个比赛，但是他之前就说过，说王一博很有特点。他说但是职业队很难要，这是他说的，说职业队他踢得不错，但是说职业梯队说下决心把他招进来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他确实可能身体这方面啊确实太小了啊。当然了，从我的角度来讲，因为我们小将跟职业队还是有区别的，对不对？我们不像职业队啊那么的，就是说在意这个一个孩子能不能未来的职业发展，因为我们可能还有其他的方面的可能。所以呢，王一博我肯定会给他机会，我甚至现在就可以宣布王一博会入选正式的
中国足小将 U9 啊，就是正式的中国足小将 U9 这支队伍里边肯定会有王一博啊，因为他的执着和专注，他的这种在场上的拼搏斗志，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品质，非常难得的品质。我想他的存在，未来对于周围队友的这种激励啊，是随处可见的，是随处可见的。大连又输了，哪个大连又输了？哪个大连？啊，你说大连人是吧？啊，大连人。大连呢，我就给你描述一个场景，你就知道其实大连输是正常的。我跟你说几个啊，我跟你说一个，描述一个场景啊。大连输谁了？大连输江苏了是吗？好，当江苏苏宁易购从右路传中的时候，门前的三个人分别是埃德尔，前意大利国脚桑蒂尼，什么来头我不知道，但是这身价也不少，加上这谁啊，曾经入选过巴西这个集训队的特谢拉，对吗？是这仨对吗？可是防守他们的三个人，我说名字你都未见得能够知道，如果你不是大连人的球迷，我现在要说出他名字也有点困难，我得查一下，我真的得查一下啊。防守他们的，你刚才记住了吗？那三个人，埃德尔、桑蒂尼、特谢拉，明白了吗？这仨别的不说，这仨年薪加起来差不多得2亿，你信吗？年薪加起来差不多得2亿，就他们仨。完，防他们仨的人呢，分别是，记着啊，我明天我考试啊，单鹏飞，知道吗？王耀鹏，知道吗？董岩峰，可不是贾岩峰，贾岩峰是这那女记者，你记着吗？就当球起来的时候，埃德尔、桑蒂尼、特谢拉门前三鬼拍门，大连人就此祭出三名猛汉，分别是单鹏飞、王耀明、董岩峰。你就说，咱说老实话，就这球输，也正常吧。啊，可是不是焦岩峰啊，董岩峰、单鹏飞，不是谢鹏飞啊，啊，王耀鹏，不是王鹏啊，王鹏可不是，王鹏退役了。话说，这么球怎么踢？这江苏苏宁这右路传中到门前，这门前抢点的分别是埃德尔、桑蒂尼和特谢拉。可是你那位呢？对面出来三位壮汉，分别是王耀鹏、单鹏飞、董岩峰。所以这就这么简单，就是你任何人，你任何队打大连人，就是你把球传到门前，然后你派出三个外援过去，你就有可能能行，就这么简单。你说为什么说瓜迪奥拉、齐达内，还是说什么特洛普，不是特洛普啊，克洛普，他执穆这个穆里尼奥，他为什么执教他都要买人呢？他没人呢。
那没人怎么踢呀？讲讲和和吧，别讲大连人了，上火。和和最近我不太清楚，最反正和和我那天跟他爸说了，你干嘛给他剃头啊？人他妈欧洲哪个梯队里边的核心不是长发呀？人本来和和以前挺飘逸的，你给人剃个寸头，第一天见着我，董老师说谁他妈拉着我呀？干嘛呀？什么事儿啊？我都没认出来是和和，整个人都变了，气质全变了。以前是个艺术家，现在成个电工了。我去，完全就是因为头发没有灵魂了。所以我跟他爸说，我说你别的别练了，赶紧把头发扬起来就完了，抹点生姜，赶紧快点，不行弄个假发都行。哎呀，真是没法弄，真的。和儿第一天来我都没认出来，拉着我的衣襟儿，董老师，我说怎么哪儿怎么谁问你就跑进来了，哪儿的？踢过球吗？想踢球吗？你会踢球吗？想是不是想练球啊？董老师，我是和儿，我是和儿。我说你，我说你哪和儿？你和身了？你现在还和儿呢？嗯，不能理发，一定不能理发。你看这哥们说他当时就在我身边，是不是？可不是有一球迷李鸿章，对啊，不是李鸿章，李鸿章是不是？李鸿章是不是在旁边？我都没认出来。我说哎呦，我说你和和啊，这完全不一样。今天上海和鲁能的比赛怎么看？小二哥，二哥呀，我光叫声哥我都说了很长时间了，你别再让我再说一遍，我真他妈受不了。你这样，你要想看回放啊，你就到小一上微博上你看看回放吧，你别再问了，你刚进来对吧？人大家都已经喝了，从下午3点喝到6点，你7点来的，完了你进去走来，大家再喝点啊，大哥，人都喝差不多了，好不好？皇马曼城是哪天呢？是今天晚上吗？欧冠是今天晚上吗？什么时候欧冠啊？周五晚上是吧？周五晚上事儿，你让我说什么呀？我明天晚上我就走了，我就回日照了。我跟你讲，日照的海鲜呢，真的48块钱一大盆，里边至少有8种海鲜，真的。你看啊，螃蟹、虾、那个螺，然后那个叫什么，那个贝，然后呢还有那个鱿鱼，还有那个小鲍鱼，48块钱。就那天我在日照吃的，48块钱，还有海鸥，没海鸥，还他妈海豚呢，啊，真的，生的熟的呀，当然是做熟的呀，做熟的呀。聊了上港洛佩斯啊，这个引进真的太厉害。真的太厉害了，这个洛佩斯这个引进太厉害了，真的。他来一来，其实就是宣布一点：阿瑙啊，你想不想踢？不想踢你就走。浩克呢？不想踢是吧？不想踢走，滚蛋。洛佩斯来了，他是弄一个奥斯卡，完事儿。真的，将来再搭一个矿种雷，齐了。你说呢？对不对？董路讲讲恒大深圳那场球，深圳踢的不错，但是呢，恒大就是这样，恒大就是，他被动他都能接受，他被动点他都能接受，然后弄不了就弄你一个就完了，这就是实力，真的，这就是实力。说是京津德比啊，明天晚上说。
明天晚上说，从纸面上看，肯定国安会厉害，这是肯定的。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么说啊，就是天津泰达呀，好教练，而且这个队呢也有一定的传统，但是我认为他后防的人不行。李伟峰啊跟我聊说，实际上呢，现在啊，说国内真的是缺好中卫，你琢磨琢磨，真的缺好的中卫。国安大金子外援加于大宝是改行的，对吗？这个上港明白了，说他妈打俩中卫啊太难了，打三中卫吧，还好还凑合。恒大这边呢还行，俩外援，一个蒋光泰，就算是规划的也算外援吧，一个朴智柱，对吗？我说的对吗？啊，我说对吗？鲁能这边还行，军帅呀，戴林呢还凑合。然后呢，江苏呢人说不行，打俩外援呢，打俩中卫打不了。米兰达来了，带着这个里昂是吧？还谁来着？还谁来着？米兰达加谁来着？米兰达那右中卫是杨博宇、杨靖宇、杨也不是杨靖宇、杨博宇，对呀、啊，哎，打一三中卫，你琢磨吗？申花这边好歹有冯潇霆，至少是前国脚，然后这个朱晨杰也是青年才俊，所以呢，你琢磨琢磨，在就已经就前几名的队，目前排名前几的队，就这中卫。要没有外援，没有规划的，你琢磨琢磨上哪找去？没有改行呢。所以中卫真的水平太一般。宋岳啊，我不知道明天宋岳能不能打。他是河海大学的学生，最后一路干到职业，从中乙、中甲到中超。宋岳29岁了。我下场解说是在咪咕还是在 PP？ 应该在 PP， 明天啊，应该在 PP。啊，克罗地亚世界杯国脚桑蒂尼，对呀、啊，你想想，意大利国脚加上一个，克罗地亚的大名单国脚，再加上曾经入选巴西队的这个国脚，完了对的是单鹏飞。王耀鹏、董岩峰，我不是说这三名队员不好，我只是觉得你哪怕再加一个冯潇霆，带着那哥俩踢，他们仨轮着。所以我不明白，就冯潇霆这种自由球员，王健林给点钱不行吗？不能回大连吗？就那么相信自己吗？所以贝尼特斯啊，我感觉啊，太自信了，真的，他把中国足球想得太简单，他觉得他有点石成金的这个能力。说你别看这个单鹏飞不是单田芳，王耀鹏不是王鹏，董岩峰不是焦岩峰，也不是贾岩峰，但是我能给他调教成为可能都是中国的拉莫斯，中国的皮克啊，中国的这个叫什么？中国的这个林德洛夫。但是咱们说句老实话，他不行啊！真的，他们有些外教真是把中国这弄简单了。我告诉你，还有的外教这样，他妈的自己弄的简单，弄错了吧？完事儿他还骂你，你说就这对我怎么带？就这球员，我他妈一点都他妈不职业，教什么都不会，停个球，身体都不会，人骂着你，把钱还拿走了。拿走了，完了，拜拜。哎呀，操！要不说中国的这个教练呢不争气，你活该，你让人过来拿大钱还骂着你，人最后走了，是吧？回欧洲该干嘛干嘛，对吧？哎呀，难的。行了，今儿就聊到这儿吧，行吧？12点了。我是这个51岁的第一天
啊，最后俩小时我是跟大家一起过的，行吗？从明天开始呢，我也要这就是而今迈步从头越了，好吧？哎，咱们一起来期待着这个更美好的未来吧，好吧？明天晚上6点先看这个京津德比，我在哪儿解说啊？我在 PP 体育解说，然后呢，8号晚上有中超连连看，咱们先连徐亮，看徐指导给咱做到什么菜，好吗？然后呢，我看看我是连谁呢？是连姬宇阳啊，还是连看看能不能连李伟峰指导，行吗？我急了，我在日照，我直接把李伟峰指导请到我的这个直播间来，好吗？感谢啊，感谢各位，好吧？你别问我预测的事儿了，我蒙到这儿，我20场蒙对17场已经是极限了，不要再问我了，问我也是错的，好吗？再见，好吗？拜拜，啊，谢谢啊，谢谢各位给我生日祝福的朋友，好吧？谢谢各位，好，再见，啊，再见，8号见啊，8号见。哎，你这么多朋友，你都祝我生日快乐，我也不好意思关。那你们再住一会儿啊，我来根华子，然后回来我再关，好不？行吗？我来根华子去。我。我来根华子啊，然后我给我自己放个生日快乐歌。歌怎么弄一个鼻炎的小孩唱的，鼻音也太重了，好吧？哎，感谢啊，感谢这么多朋友，你说我都弄得都不好意思了啊，感谢朋友们啊，这个有缘相识吧，好吧？我也不是说做的都很好，但是呢，我能保证的就是我会努力的去做，好吧？我也能保证我自己的这种独立思考和我自己的这种积累吧，我能够给大家看球的时候呢，会带来一些东西，好不好？谢谢各位啊，哇，这么一想到这么多朋友啊，这么多朋友啊，行了，你们要不停，我也不好意思关。那行了，就到这儿吧，谢谢啊。咱们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快乐，好不好？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快乐，谢谢各位，好吧？好，谢谢，再见啊，谢谢，好吧，过12点再关也行，好，那我这华子我先不抽了，
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曾经与你有了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泪眼朦胧，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曾经与你有的梦，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给大家唱一首《再回首》啊，就是，51岁了，好吧。小的时候一觉得50岁就是半百老人了啊，所以呢，我也要珍惜我的时间，但我觉得我还挺年轻的，我还要去做一些事情啊。首先呢是让自己觉得有意义，第二一个能够让家人感到欣慰和骄傲。第三一个呢，能够让一些，信任我的人呢得到一些回报。第四一个呢，希望有的时候，希望我老的时候呢，能够有一种特别特别美好的回忆啊。就为这些，好吧，我会继续努力，好吧，谢谢各位。